手动作业，手动作业前首先往飞机里边加入足量的水。加水完毕后，将盖子盖紧。打开 APP 并进入手动作业页面。起飞前，先在地面测试水泵和喷头，按 B 打开水泵和喷头。开。起飞飞机，向前飞进入地块，打开喷头，往前飞。再回来就行了。再回来就行了。嗯。关闭水泵。降落。